石破天惊。石头，哎，不行了，我要回家。好热，我现在才要开始呢。才开始？你怎么办到的？这里有很多自制免费咖啡、零食还有糖果，让我根本不想睡。这个包装怎么好像跟外面卖的不大一样？嘿嘿，我想你是怕了，不敢吃吧？身为石头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嘿，耶！哎，我怎么回到家的？我现在好饿啊！小妞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你怎么看起来精神不太好？脸上怎么冒出这么多痘痘？该不会误食到一些新兴毒品吧？你知道吗？听说好多人被最新的毒品包装给骗，有人将毒品掺入一般常见的糖果、软糖、巧克力、零食、咖啡包装中，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对毒品上瘾，甚至将小瓶装的毒品的叫小恶魔。更可怕的还有叫十三九的，像我这种漂亮女孩，不小心碰到，后果一定不堪设想。喂，你有在听吗？毒品上瘾者就像你现在一样，两眼无神，注意力变差。听说还会记忆力衰退，产生情绪不停的兴奋、幻觉、妄想、焦虑、忧郁，容易生气，精神错乱，身体器官失调，急性肝肾衰竭，和膀胱发炎溃烂，有些还会让你想睡觉、昏迷，而遭到性侵，严重者还会导致休克或死亡，太可怕的了。我好饿，我好渴，我只想吃昨天的，我想再吃一次，不上瘾就好。我想要你。加当成都可以。好冷啊！热啊！有虫在穿我的骨头，就像有刀在割我，身体开始上吐下泻，憋不住的尿意。Baby， 我可不可以跟你借一点钱？我讨厌你现在的样子。朋友都离我而去了。勇于拒绝毒品不是弱者，保护自己是上策。只要你愿意，我们都愿意帮助你走出光明面，迎向无毒人生。新北市政府警察局。